迪丽热巴难道真选择了他吗？一个女神又名花有主了。迪丽热巴这个新疆姑娘的才24岁，就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。自从才出道以来，似乎从来没有被黑过。2016年，迪丽热巴因和唐嫣出演《克拉恋人》，热巴在里面出演女二号，豪爽的性格和搞笑的演技圈粉无数。近日，有网友曝光说迪丽热巴的恋情，那么男方会是谁呢？这位神秘男子便是当今当红的一线男星陈伟霆了。其实陈伟霆2014年与迪丽热巴合作《古剑奇谭》而相识，两人不止被抓包穿过情侣衣，女方2016年还曾秘密现身陈伟霆演唱会中，被拍到由男方助理带进演唱带进观众席入座，甚至也曾被曝私下去看对方彩排，两人热恋说因而大肆疯传，但陈伟霆经纪人出面否认这项消息。另外，两人在《跑男》第五季私下互动未公开画面也曾被网友所拍到，两人手牵住对方的手，看上去也是满满的狗粮。迪丽热巴选择陈伟霆的话，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支持吧，他们两个也是真的般配啊。